今天不是沉浸式的视频啦，我得给我的小侄儿换一个衣服了，这不正好有新的打底纸了吗？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可爱小熊，贴打底纸太惊心动魄了，然后我就是自己享受了，你们看结果就行。这两个大熊我都想要，它都很好看哎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所以都给它贴上。放字母的时候我本来是想直着放的，但是那一瞬间突然喜歌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，所以我就歪着放了。我的小十二怎么壳子这么小呀，放了几只熊就没有地方了，剩下的熊也都好可爱呀。没有录完是想给你们惊喜。我这个小十二终于要换衣服了，这个背卡我用了很久的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最后的成品吧。3、2、1，噔噔噔噔，晚上见，拜拜。